大学指考去年改做分科测验，无考国文、英文甲数学。根据统计，比起去年，今年分发无采合测国文、英文的系组是有小夸增加。无采国文的大部分是自然组的数理科系，无采英文的大部分是管理财经科系。想要入去大厦理想的校系，考试分发率还是最后的管道。李东哦，想要变代代电机，采集分科测验的数学家、物理、化学甲合切的英文。我觉得化学普遍程度就考试的难度就比较低，所以我重点应该放在数学。今年有1840个系组登记采集合切成绩，其中分科测验无考的国文甲英文是主要采集科目。针对这个国英文的参采的变化其实并不大，我们还是这个会参采国英文学习，它原则上都还是有参采。分科测验大部分都是采集一科，那你至少要三科，你学测就会采集两科。像我们人文或传播，我们都是国文加英文或国文加社会。也不过，根据新学资讯平台统计，今年分发268个系组无参采合切的国文，292个系组无参采英文，阁有32个系组是国文、英文拢无参采，拢比去年增加。其中无采集国文的大部分是自然组的数理科系，无采英文的大部分是管理财经。分科考试是今年最后一个大型的招生入学管道。很多理工科系不设国文门槛，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好招生。大学文指出，部分自然组的学生学习国文无考到顶标，若是分化国采集，一方面学生是第二届打击，学校嘛无法度收到数理真好的学生。就资化冲击参采是愈简单愈好，嘛是招生的办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